大家好，那么坐在我旁边的这位 Jenny 就是即将开业的南翔小厨餐厅的负责人。那么请 Jenny 帮我们介绍一下关于这个餐厅的简单的介绍。我们这个南翔小厨准备就是2020年的九月十九号正式营业。那主要的菜是什么菜系呢？南洋小厨主要主打就是马来西亚餐，还有南洋东南亚方面的，就是主要是这些餐是多一些。摆在我面前的这道菜是特色小吃，就是面包咖喱鸡。哦，好，那我